学，请坐，请坐。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长行第四段，我们幕后啊还有一句没有讲完，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。云何得因力、余力、方便力、缘力、所缘力、根力、观察力、什么他力、毗婆舍那力、思维力啊？前面呢，我们学到清凉大师苏超里面开始第十段啊，是即此普门之智为主，故顿照普门法界时，彼舍一切为伴，无尽无尽，此是华严所求之观。这一段呢非常重要，把华严经所设的这个止观呢为我们提示出来了。止观的范围啊非常广大啊，华严用什么做止观呢？这是我们读到这部大经啊，清凉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这一句是从第九句而来的。第九句讲的是四在重重无尽，止观呢也普言其照啊，那么华严呢就是以这个为主啊，所以说借此普门之智啊为主，普是普遍，门是法门啊，普门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无量法门，但是一定要晓得无量为一，一为无量啊，一多不二啊，这才是智，这才叫普门啊，以这个智为主，智就是智观啊，在前面我们所学到的真正的智一定有观，真正的观呢一定有止，止观不二啊，止即是观，观即是止啊，这才是真实的。说
说两面的，实际上一桩事情啊，一体之两面啊，佛法的修学，我们讲啊，佛法修行，修什么？直观两个字，就通通都包括了啊，所以直观圆满。收拾一切法啊，我也特别跟大家报告过啊，我的老师教导我，他换了个名字啊，因为那时候初学啊，刚刚接触佛教不到一个月啊，什么都不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我知道佛法好，佛法殊胜啊，有什么方法呢让我很快能够切入，这个问题问得真大了啊。他老人家确实有善巧方便啊，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啊，看破是观，放下是智。他不用止观，如果讲止观的时候会把我讲糊涂了啊。那讲用这个看破放下呢，哎，我好像一通一听呢，哎，也能够懂得意思，也能够接受啊，这就是善巧方便啊。怎么样叫初学啊，老师给我们做了个示范的啊，不要去讲这些名词术语，名词术语的时候讲半天也讲不清楚啊。所以这是佛法修行的总的纲领，总的原则啊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底，你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，直帮助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呢又帮助看破啊，这两个人互为宾主，互为体用。啊，像上楼梯一样，一层一层，达到究竟圆满了。啊，那么平常我也给同学们报告过，我们放下一切执着，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再执着了，就是阿罗汉了。啊，放下一切分别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分别了，就是心都清净。清净是智啊！啊，清净心起作用，照见外面的境界，那个照见是观呐。直即是观呢，直是体，观是用啊。啊，观是体，直是用啊。你那个极尽的境界，一定向上提升呢、啊。那个要观。啊，看不破你就放不下啊，人世间名闻利养无欲六尘，这时候在现前我们大家都斟酌
要求取的。那只有看破的人啊，他怎么看破呢？他晓得这个世间是假的，是空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泡影。啊，万法无常啊！哎，他看破了，看破怎么样？他不争了，他不再执着了。啊，看破，帮助放下。放下之后啊，又能帮助你更看破一层。提升了，看破什么呢？看破欲界天了，欲界六层天，比我们人世间殊胜太多啊，一层比一层殊胜。啊，虽然福报大，寿命长，还是离不开生老病死。啊，这看破啊，看破之后，对于这个欲界天羡不羡慕呢？不羡慕了。啊，天王也不羡慕了。中国人讲，玉皇大帝也不羡慕了。啊，那就再上一层楼。啊，你欲界放下了，欲界放下，色界现前了。啊，色界天里面没有欲，啊，财色名食睡这个欲没有，啊，它有色相。有色身啊，没有饮食睡眠男女，没有，这没有这些东西，比欲界清净多了。那么细细观察呢，啊，色界有十八层天呢，啊，苦苦虽然没有了，坏苦还有啊，依旧不是究竟呐。啊，欲界天人看到那是非常羡慕的。啊，所以你看穿之后，色界十八层天你要不要了？不要了，放下了啊！再上去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连这个身都不要了，我们一般人讲灵界啊，它没有肉体。这中国老子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无有大患，为无有身。他说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我有个身体，但没有身体多好啊。嗯，看老子有这种想法，确确实实无色界天的天人不要身体，身体是累赘，所以比色界就更清净了啊！但是怎么样呢？没有法子破无明，没有法子
出六道。啊，境界虽然好，那寿命之长，这是非想非非想天佛给我们讲了，寿命八万大劫，这没法子计算了。啊，可是八万大劫虽然长啊，它还是有数量的。有没有到的时候呢？当然有到的时候，到了还要往下坠落，因为上头没有了，不能再往上去了。轮回的现象啊，啊，所以你看破，你才会放下。啊，轮回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根本的原因就是执着，执着就是放不下。啊，对于六道啊，这个情执啊，放不下了。放下之后，你才能超越六道。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什么时候放下呢？随时都要放下，你才没有障碍。啊，不是说哎呀我到什么时候我才放下，不可以。啊，随时放下，心底里干干净净，什么没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我们要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其他的通通都没有，这才行啊。你有丝毫的留念就出不去，对这个世界有丝毫留恋，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。啊，但是这个世界你又要清楚。人生难得了，想想自己，我这一生做人基本的道德了有没有做到啊？基本的在中国人讲仁义礼智信，在佛法里面来讲呢，就是无戒十善啊，你有没有做到？无戒十善呢，要拿60分及格，拿60分，来生才可以不舍人身呢。哎，又到时间来了，啊，不舍人身。如果我们的无戒十善呢60分拿不到啊，那就三途去了啊，畜生恶鬼地狱啊。所以世间人常讲，人死了就做鬼去了，人死了就鬼了，这个话说的没道理。人死了之后来世去投胎啊，有6个地方啊，鬼是其中的一个，怎么说人死了都到鬼道去啊？这讲不通的。可是这句话细细想起来呢，哎，也不无道理啊。那是什么呢？人死了以后啊，真的是多半呢都到鬼道去了。啊，鬼的业因是什么呢？奸贪。你想想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，贪心重不重？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也想要，这样也舍不得给人，那样也舍不得供养。奸贪呢？奸贪是恶鬼道的业因。啊，所以
谚语讲人死了都变鬼，想想哎，也有道理啊。几个人在这个世间啊，我们现在讲的弟子规做到了，五戒十善做到了，决定不是人生。他来生呢一定在人天呢，绝对不在三恶道啊。那我们想想现在这个社会几个人做到了呢？啊，不要想别人呢，回过头来看自己，自己做到了没有。我自己要是没有做到，那你就要有高度的警觉啊，你来生是三途有份呐、啊，人天没份呐、啊，这个太可怕了啊！所以，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。愚痴妄语骗人，我说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五常的反面啊！中国常道仁义礼智信，无理无义啊，无理愚昧，愚昧是无知啊，啊欺骗别人是无信啊，那这就是三途业因啊。啊，有人说那我们今天要讲仁义礼智信，可是别人对我都不讲，那我不就是吃亏上当？没错，你不肯吃亏上当，那你来生就到三恶道去。你肯吃亏肯上当啊，你来生不堕三途。这个账要好好算算。不可以大意，不能马虎啊！啊，该止要止，就是要放下。啊，应当要通达明了，你也得看清楚、看明白，那是看破有关，有止有关呐。那么到普眼，这是前面跟诸位说地上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了。啊，严格的说呢，七地以上，跟究竟果位呀、啊、很靠近了，普眼、普门。普眼七照啊，对于整个宇宙人生，我们常讲的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完全看透彻了啊，一丝毫差误都没有，大菩萨了，这不是普通人。我们在六道里头最重要的是因果啊，善因一定感善果，恶因一定得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，
古人常讲啊，不时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啊，时候到的时候，你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时趁着时候未到啊，赶紧回头，那就对了。啊，只要一口气没断，彻底回头了，都有救。啊，所以华严的止观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止观。啊，它以普门智为主。这个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根本智啊，实智啊，啊，能顿照普门法界，普门法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变法界虚空界，顿照一照一切照，一个都不漏。彼是一切为伴，必是必定，啊，是一切法门为伴，啊，华严为主啊，主伴。无尽无尽啊！啊，这是华严之观。这句话，我们要能够体会。啊，说华严所求止观，就是圆教初住以上的境界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文，是实信菩萨。还没到，但是已经做邻居了，再往上升一级就是圆教初住了，啊，就契入这个境界了，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了，啊，你看看，见思烦恼放下了，啊，见思烦恼是执着。尘沙烦恼放下了，啊，尘沙烦恼是分别，啊，无明烦恼也放下了，啊，无明烦恼是妄想。不在十法界里头了，超越十法界了，超越十法界就是华藏世界。啊，所以华严的止观，我们就晓得圆教初住菩萨以上他所得的。啊，虽然在华藏世界，
还有41个阶级。啊，你们诸位想想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妄想就是我讲的起心动念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个境界里头哪来的阶级啊？如果还有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具足，那全都在啊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全都没有了，哪来的阶级？真的没有阶级，没有阶级，佛给我们讲有阶级。这个阶级从哪来的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呐，无明是没有了，是放下了，习气没断。那这个在前面我把习气用那个古人讲用的，用酒瓶那个气味比作习气。啊，这个比喻我们好懂啊。那要相当长的时间，自自然然没有了。啊，就是古人所讲，此处用不得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，那是无明起心心。啊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清净寂灭了，这是真智啊。所以他那个观呢，啊，能观普门法界，啊，就是遍法界、虚空界，而且是重重无尽的法界，他都看得清楚，都看得明白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一法界。啊，所以叫一真呐，啊，法界才称之为一真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稍稍体会一点，啊，这体会的少分呢，啊，法身菩萨给我们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里，这说清楚了。后面还有第十啊，设施思维，啊，思维力，啊，思维者，筹量应作，不应作故。啊，我们今天叫思考。啊，你多想想，你要是把这个通通都明白了、清楚了，啊，不能说十分清楚。有个一分两分，你就会想想今天在这个世界哪些事情我该做，哪些事情我不应该做，不应该做的决定不要去做，应该做的好好去做，这就对了。大乘佛法有体有用，啊，对自己来讲，提不断提升自己境界是应作的。
如果障碍自己境界提升，那是不应该做的。啊，这要懂得。对别人来说，帮助众生，利苦得乐，该做的。啊，叫众生因我而受苦的，这是不应该做的。我们要落实，要真干了。我真修行，真正如理如法，啊，自自然然呢，就加持别人。啊，别人看到生欢喜心。赞叹，向你学习，啊，这就是利他。所以自利就是利他，利他的真正自利呀，自他不二啊，晓得什么事应当做，什么事不应当做，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那么这个诗句，清凉大师讲得很好，这诗句啊，都设置为例。啊，这个力能帮助我们道业增长，能帮助我们境界提升，啊，是种力了。啊，当然经上所说的都是举例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凡是帮助我们道业增长的这个力了，我们通通都要去做。啊，这是我们修行的增上缘。再看下面经文第五段。啊，五段是讲善巧，我们把经文念一段啊。云何得运善巧，借善巧，处善巧，缘起善巧，欲借善巧，色借善巧，无色借善巧，过去善巧，未来善巧，现在善巧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书啊，这是别说里面的第四段啊，第四。于法善巧，啊，借月流转一名，啊，所以这一段呢，完全是讲事，啊，不是讲理，啊，完全讲事。诗句里面呢，分成三段，前面四句是流转之体，流转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六道轮回呀。出不去啊！啊，所以这些话专门对六道众生说的。啊，
可以这么讲法。运界处缘起是流转之体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是流转的处所。你在哪里流转呢？三界流转，啊，在这个三界，三界就是六道，啊，出不去。啊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呢，这是讲时间，三是流转之时。啊，你看。现代的科学家相当聪明啊，他们已经发现了时间空间不是真的，啊，在某一种条件之下，空间等于零，空间没有了。在某一个条件之下，时间等于零，时间没有了。啊，时空不是真实的，佛在三千年前就给我们说明了。啊，你看相宗入门初学的课本，啊，《白发明门论》，在这一份教材里面，佛就讲到空间跟时间。啊，佛将一切法分为五大类。啊，第一类心法，第二类心所法，这个心就是心理的现象，啊，心理的活动。啊，第三种是讲色法，色法是物质。啊，心心所都不是物质，我们今天讲精神。啊，色法是物质。第四个讲呢，不相应行法，就是它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它又不是心法，它也不是心所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哎，但是它与他们也没办法离开。啊，那么这一类呢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抽象概念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其实通通都不是真的，但是这个呢就太假了。啊，第五个是无为法，啊，那是真的，那是永恒不变的。啊，那么空间跟时间，在这五大类里面，都是属于不相应心法。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空间时间怎么来的？抽象概念，绝非事实。啊，抽象概念。啊，是三千年前呢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。啊，今天被科学家发现了。那么科学家说的，在某一种条件之下，那这条件是什么呢？这个条件在佛法讲就是智观。智观就是禅定啊。
啊，所以禅定这个名词，繁华合一啊，两个字，禅是禅诺音译过来的，是梵语。定呢，定是中国文字啊，因为禅诺了，确实有中国定的意思在啊，所以翻译的人呢，把禅诺就翻成禅定。解释呢，禅定啊，就是静虑啊，静是静止啊，虑啊，说这个静止它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，它有观啊。如果说是有静没有虑。啊，有止没有观，最高的境界是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，它有定，定功很深，定里头没有观照，所以那个定是个死定，不起作用。那个定没不生智慧，那个定永远不开悟啊，错了。佛法讲定中是有境界的，这个境界是观啊，这个就是前面讲的，前面讲那个范围大了普眼齐照啊，顿照普门法界，这范围大了，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做到啊！啊，三界之内这些修行人达不到。没有那么深的定啊，所以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这个照的能力啊，小定它就有小的观照的能力啊，大定呢有大一点的观照能力，定的功夫严格的说每一个人不一样啊。啊，同样一个人呢，他真正修行呢年年不一样啊。一年比一年深了。一年智慧比一年大了，他天天有进步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只讲个概略，那细讲是没法子讲的，哎，每个人不同啊，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每一年不同，每一月不同啊，所以静虑啊，吉兆，这都是禅定的翻译啊，即是即灭，即灭就是知啊，照是照见啊，这就是观啊。那么善巧呢，
完全是从观上讲的。啊，看到宇宙之间这些现象，啊，时空也非常善巧啊。啊，善是好啊，巧是妙啊。啊，我们不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如果细细观察我们的人生，你说是不是善巧到极处？眼能看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除，意能知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实际上这都有，这是运善巧。我所讲的是包括在运里头，啊，运是无运呢，色受想行识啊，啊色。物质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眼根、耳根啊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啊，意根是属于心法了。前面五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是色法啊，心法里面有受想行识啊，这个是无蕴呐。啊，你细细去观察，去思维，它是不是善巧到基础？啊，巧是巧妙啊！眼睛两个，两个才调焦距，有焦距的时候才显示远近。如果只有一个眼睛，远近就看不出来。啊，这个最显明的，我们用这个摄影机。啊，一台摄影机照的时候是平面的，两台摄影机同时把焦点对好的照出来是立体的。啊，我在美国看过立体电影，没有别的，就是。两台机器同时放，啊，让你明显的觉察到这个立体的感觉，啊，运善巧。戒善巧呢，戒是十八戒六根六尘六识啊，这叫十八戒啊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六根啊。六尘呢，色身香味触法啊，六尘呢啊，法尘是一根所对的。啊，六十
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六尘六识，这十八把整个宇宙都包括了，整个宇宙啊，不除这个十八界，界是界限、界分，不除这十八。我们人自身，六根六识，这是我们的根身的。根是色身，识我们讲是精神。动物啊，这是这个身呢，是精神跟物质合合的这么一个现象。外面的境界六尘，色身香味触法六尘把整个宇宙的时候统统包括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休息几分钟。